转型活化面积4.2公顷，皮塘崭新景点重现芦竹市民眼前。二支十一号皮塘历经2年砸下近2000万，整个焕然一新，更名为六股皮塘生态公园，拥有11公吨蓄水量，兼具抗旱取水功能。负责大竹地区，有7个里的农田啊，这边在灌溉的。这边的使用量蛮大的，目前呢都已经暂时停止供应灌溉，所以都会作为备源水源，那大概是做民生跟工业使用。那目前直接有挹注给自来水厂的已经有3口。发射燕弹进行200公尺高空增雨计划，趁着这波东北季风，北水局抓紧机会，加上原本降雨，石门水库蓄水率缓缓提升到了56%，增文也因为二期休耕，整体水位持平，蓄水率看似低，两座水库蓄水量也都超过1亿吨，但还是不能轻忽。从目前一期稻作休耕的规划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看。那明年的这个民生跟产业用水，目前看来是持乐观的态度，仍然要看明年的春雨以及梅雨是不是能够准时到来。加上这波雨势大部分降在集水区之外，能不能安全撑到明年雨季来临，节水行动一样不能停。台视新闻肖志杰、徐英豪桃园报道。